所组成，由陈淑芬老师、郑淑珍老师、竹世贤老师担任导师，并由张爱民组长、刘汉昌老师、郑竹明老师、张德志老师共同来指导我们。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曲目是《绿光》。绿光也是称为极光，在当地来说，能看到极光是一种幸运的象征。今天我们现场虽然看不到，但是我们听得到。让我们将这一份幸运献给我们在场与会所有的贵宾们，以及我们全校的师生们。让我们来观赏今天精彩的演出。郑竹林老师正期待什么呢？期待我们的男神出现，那就是我们斗国的大家长林敬贤林校长。恭请皇上。好，来，掌声鼓励。两位即将要参加明年108年全国运动会的混双，所以我们校长已经很辛苦在练习了。加油加油！来，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。我们台上的贵宾有没有要下来跟我们的郑竹林老师打一下？好，我们谢谢。谢谢。那今天我们郑竹林老师有准备6颗的铅泥球，我们要请我们校长跟我们郑竹林老师发送。然后呢，上面有一个日期，那个日期是很有纪念价值的，那个就是8月30号是郑竹林老师夺金的日期。OK。来，把你们在座的后面老师们可以把你们的手套跟球拍可以拿出来了，对，雨伞也可以哦。接下来由我们郑竹林老师跟
跟我们这些宠物招招手，好，那我们揭开这神秘的面纱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来，我们面向我们，是由我们老师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表演，好，所有同学请起立。Thank you.